敲一个大虾。如果能吸成功，就赏我一个双击。吃饭，搞个龙虾吃吃看。哦哟，划死我了！找个剪刀给它搞开了，蘸点小料。我手指太短了。嗯，我的妈呀！大鲍鱼啊！肝脏去掉啊，这个黑色的不要吃啊，这个壳也不要扔掉啊，非常好看。来个红油版的啊，嗯，太香了。给个双击，感谢。鲍鱼，真鲍鱼，真的酱，大鱿鱼。来个子弹头，让这子弹头飞一会儿。来一把，加点火鸡料。有吃过这个的宝宝没？吃过的你们下边评论一下。你们都想看我吃辣面条，今天他来了。哎呀，刷点红油。姐，我懂了。没有辣椒，红心少一半。辣椒越多，爱心越多，对不对？小海螺。
来一个。竹节山，太有诗意了。来一个可以吃的面膜，而且必须来爆辣版的，有点多，小米辣，有点多了好像是，必须配上我家的秘制辣椒油啊，觉得够拼，一定要来给来双双击，好像放多了。尼罗要这么吃才过瘾。这老铁问我是啥味儿啊？麻辣鲜香，给个双击吧。我的妈！输了，先来个大爆头，必须拍晕再吃它啊！哦哦，哇，沫都流出来了，加点辣椒油，啊，有点热。夜明珠。油墨双击，眉墨必须打两。今天我要再来挑战一个生猛的生吃海葵，先把水放一放啊。这个水不太多呀，这个水也不多。放点料，不然下不去嘴。海葵这东西巨腥。放点辣。你们都说我不会咽啊，今天我咽一个。龙虾，啊，老新鲜了。超满足，今天留下一股骚味儿。